下怎么样这个下载 Dickerson 钱包，然后来使用这个 Base on Dickerson 的 D app。那你就先 Google 这个 Dickerson Extension，然后你这边就会看到这个 Dickerson Google Chrome 点进来，然后你就点一个 Add to Chrome 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已经 Add 过了，所以就会这样子，就是就会这边就跑出一个这个，然后之后你就在这边自己注册新的 account，就跟正常你使用一般的应用软件是一样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。然后接下来要讲说怎么样得到免费的 Dickerson。然后免费的 Dickerson 就是要到一个这个 Dickerson 这个点 org 的这个 Foci 的，到 Foci 这边，然后你把你的这个钱包的地址，比如说这个抗议地址、复制，然后到这边贴上，然后要求，好，然后玩这个拖拖滑鼠，这样，然后就得到钱了，对。对，就这样，一次就得到10块，好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玩一些